们成功不是赢在起跑点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成功是赢在转折点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有可能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转捩点。哦，因为如果今天没有在场的每一位领导人，哦，今天也没有太阳团队我们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所以真的必须给在场的每一个领导人、每一个人的贡献，再一次热烈掌声。在这里真的很感恩，我能够来到三八团队。上届主席呢，就是唯一的主席，就是咱的破掉。立会国际真的给我一个机会，跟一个我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世界，值得我们自己好好的更认真使用产品，让我们自己更健康。然后无形中得到健康，帮助人，也得到财富，这个是何乐不为？完成这一些绝对不是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真的是一整个团队来协助。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台，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是可以来挑战的。那公司其实很好的是，它有这些拼接的一个目标。有缘的人来到例会，有福的人留在例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。我在他们身上学到的，他们永远在问自己，我还可以为组织做什么？我还可以为自己的团队付出什么？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，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来到例会，你要把它当作事业做。我们例会全部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地方，就他都在于给一个观念，你只要观念对，你只要跟谁照做，不是照着你意思做，要照着瑞威的系统下来的观念去做。而且我们有这么优秀的领导人在带领我们，你只要简单相信，简单相信去分享就好了。我们今天的目标是什么？要做100亿，瑞威38，所有人会因为你的选择而改变他的一切，也会因为你的选择而改变他的所有的家庭的生活。推荐他是有责任的，是要让他成功的，是要让他可以让你耀武扬威的，是要让他可以扬眉体吐气的。不是只是随便找一个人说来，你来跟我做立威，不是随随便便把这个产品卖给人家，不管人家有没有吃。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，我相信各位，你所创造的未来是无限的美好的。